你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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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管会的背景。合了。我知道，可是跟你刚刚来，谢谢。那跟那个有关系。我在上面正好一个宣传的。跟你认识一下。欢迎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讯号的问题的，是网络讯号吗？我是属于这家。第三种是你又没有家里，你当然住又，但是你可以在外面，你可以出去到外国的别人家去住，去谁家去住，但要付贵费，我们的贵费是交换，对，因为你在国外的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毛公开的，我有点。随便都1000块，我们这个会被大概1500左右，所以你在外国，这个10天以上是不是？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主要是要跟国外人士，不管是我们去外的外国人来，我们都是容易，是我们要大家要互相认识，自然就可以接受，就有公司远方来。前面好像也可以做，前面那边也可以做。前面那边也可以。啊，左边看前面。你那个刚刚是断讯是不是？你这个是用黑脑。你手机很小。谢谢你啊。各位好朋友，很高兴啊！各位好朋友，金牌。
有声音。好，各位好朋友，非常高兴啊，今天来到我们青管会。那我们这个青管会主要我们是那个提倡节约能源，那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就跟这方面有关系。那我们也很希望今天很高兴有很多年轻朋友来加入，还有新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理事长温鹏荣温理事长来跟我们致辞，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这个最近啊，我碰到一个团体啊，因为我们今天讲是 resource 嘛，啊 ，resource， RRBE 嘛 ，basic， economy 啊，所以呢，我就是最近举几个例子啊，让大家了解这个资源是什么。我碰到。各位可能不知道，就 Linux， 微软很赚钱，对不对？不赚。Linux 不用钱，差在哪里？然后这里面这群人多么可爱，你们知道？他一个小时游戏都有正职哦，然后呢，一个礼拜工作，就是光做这个 Linux 这边呢，兴趣的就20到30个小时，一个礼拜。而且不收钱，其中竟然还有名模特儿，所以呢，他们回到家竟然是在 coding 程式，这些人都不用，没有收钱哦。然后呢，一旦有 bug， 立即修复，因为没有立即修复的话，这是。他的 reputation 就不好，在整个业界里面就传开了。所以呢，他碰到如果说有骇客啊什么那些问题，他每一个人的领域哈、啊，他都随时修复。所以这一个部分，这个是不用钱的啊，跟微软来对照啊，这个底下还有。我刚刚有一个忘记勾了，好、哦，你这边可以勾那个赖吗？赖的那个，你们看那，哦，这样的吗？好，然后第二件事情 ，Triple W， World Wide Web 的精神在哪里？有谁知道？你要再讲一点 Triple W World Wide Web 它真正的精神全地球上都可以通了，对，是不是这样？是没有错，但是它是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 URL、URL 的发明人，发明那个已经到现在已经30年，最近就是在纪念他的、这个 URL 30年，副岗名的 URL， 不是 URL， 是叫做自视什么什么，以前自方 resource 的 location 是什么？自方常用。URL， 那那个发明人没有拿一毛钱，然后就让大家使用，到现在30年，那么。各位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什么什么维基解密啊 Snowden 这些事情？他们就是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发现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脱离美国，然后透过网络把这些讯息勾出来，所以赵凤金才会出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呢？都没有收钱哦，但是你相对的，你看 Facebook 赚多少钱？16亿人在上面，但是呢，最近他竟然要把 URL 改成他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用了 Facebook，
以后你想要转出来就很难了。所以什么叫资源？有些人拿资源来换钱，这个就是货币市场。这边用货币市场，这边是完全不用钱的。各位，你是不是觉得说这边的人是他的人格是多么的高尚，那这边呢全部都是为了铜臭，然后甚至于不惜去掠夺这些资源。那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稍微了解一下这些叫做 resource 的观念。那我今天本来要秀一个 picture 哈，结果因为我刚刚弄那个好像还没有弄好，结果没办法显示出来哈。那个是有一个记者拍了一个照片哈，搞不好我这台有。他说那个记者拍了一个小朋友的照片，这样子就好了啊。看得到吗？哈，这是开发的记者，非洲一个饥饿的孩子，把他手上另外一颗糖让给了站在他对面的摄影师，给全世界的人上了一堂课：富贵不在于拥有，而是在于分享、给予、施予者。所以刚刚两个不同的世界产生不一样的人啊。那我们今天先调查一下，新竹以南除了高雄的人以外哈，新竹以南到这里来听的有没有请举手。哎呦，不说话了。哎，嘉义的，嘉义哦，哦，那这位，这位，台湾的内地南投，南投，哇，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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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高雄办事处的举手，对不对？哎，从高雄，我是新竹的边界杨梅，杨梅，哦，你也给他鼓鼓掌，好不好？高雄的张杰，高雄。移民台北移民三重啊。好，那我们更感谢的是什么？我们这位讲师从美国回来啊，杨副部长，谢谢表姐。哎，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是更宝贵的知识，好不好？那我们看看，就是说我们欢迎他来帮我们。哦，这个先接一下啊。好，可以。可以，他那个声音。现在走。这个。好。
好，那我们就欢迎李小姐。大家晚安，我是徐萍。我想，因为我今天很多资料，我准备很多资料，那我们就赶快进行啊。那这个就是我，然后我现在很快的，先把我个人的简单的经历很快介绍一下。我的学历是，我是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第一届，我在美国学钢琴演奏，然后我在美国15年时间，我做过很多时间我在做钢琴演奏，然后我教中文教钢琴，然后我做医疗通译跟法庭通译，然后我做了网络管理，然后现在我很专心的做全球几个社会运动的推广。一个是第一个是自然法则，像我们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RBE 的推广，然后还有是伯纳斯计划，还有我自己是全球汉化组的翻译，然后很荣幸的我们台湾刚刚成立一个时代精神运动台湾分会，然后大家的不嫌弃让我做总协调，然后还有一个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地球联盟变，他们委托我做新闻特派员，然后还有一个是全球公民人权协会 CCHR 的推广志工，所以我现在做都是无给职，辛苦了我妈。好 ，OK，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什么叫资源导向型经济 ？Resource-based economy 是由维纳斯计划 The Venus Project 建筑工程师、工业设计师、未来学家，Jack Fresco 所发起的。这个是在我回来台湾之前，亲自拜访了维纳斯基地跟 Jack Fresco 本人。很荣幸的，经过了85年的辛苦耕耘 ，Jack Fresco 终于得到在今年7月17号荣获联合国颁赠的城市设计奖。那么这个就是颁奖人，代表全球的人类给了 Jack Fresco 的感谢词。然后这个我做了中文配音哈。For the past 85年来。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Jack Fresco 做出无尽的坚持和努力。他是维纳斯计划的创始者。为了打造新社会，他将科学技术整合成以人类和环境问题为主的全面计划。维纳斯计划提出了一种体制。有智慧地将自动化与科技升值在整体社会经济的蓝图中，这在提升生活的品质而非利润。 Jack Fresco 最近庆祝了100岁生日，他今天不能到场，但他正从网络连线看着我们，仅此代表我们所有人。马斯克先生，谢谢你和你的伙伴 Roxy Meadows， 因为您的高瞻远瞩和不懈研究带来了千古流传的非凡成就。马斯克先生，我们正开始起步，朝向您的先知卓见，我们逐渐跟进，您一直是引领改变的关键力量。在场请给 Jack Fresco 先生热烈的掌声。 Jack Fresco， 无论由将代理领奖。 I am deeply honored and appreciate this prestigious recognition for my work. Jack Fresco 今年是100岁，我在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助行器上面了，所以他的行动上他不能自由行走。但是这位老先生100岁人瑞，可以是脑筋最清醒的一个人瑞。他已经看了从第一次大战到现在100年，他可以目睹这个世界上的变化，所以他是先知卓见。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是从明天开始，美国时间在佛罗里达的纳帕的贝克博物馆，巴斯克先生的百年视野展正式展出，为期六个月，所以我很当然很欢迎台湾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亲自参观。维纳斯计划的核心宗旨是用科学技术和方法为人类物质生活提供极大化的丰盛，并且宣告地球上的所有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承袭的遗产，将科技运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面，以资源导向型经济为社会制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得了最高荣誉的城市设计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城市。各位可能会觉得有点觉得它是像科幻片，但是不是，它已经有些设计已经在中东那些很富有的国家已经有这些设计了。A society without a vision of what the future can be is bound to repeat past errors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brief video will outline a vision designed to avoid old mistakes. This vision of efficiency, sustainability, and intelligent planning can lead us into a world of unlimited human potential.This vision could be a showcase of what the world can be in our cyberman 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for human betterment and th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serving as an example of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s approach. While some people advocate the restoration of existing, worn-out cities,These efforts fall short of the potentials of modern technology. Modifying outmoded cities simply delays the inevitable problems. It is actually much easier in the long run to build newer c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than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old ones. A total city system approach requires overall planning to attain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occupants.The circular arrangement efficiently permits the most sophisticated use of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with a minimum expenditure of energy. The outer perimeter will be part of the recreational area with golf courses, hiking and biking trails, and other outdoor activities. Inside this area, a waterway surrounds the agricultural belt with indoor and outdoor agriculture.Continuing toward the city center, 8 green sectors provide clean,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 using wind, solar, and heat concentrators.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 would include unique landscaping, lakes, and winding streams. A wide range of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individual homes will provide many options for the occupants. New and innovative methods of fast mass construction for housing and building systems.We'll inject composite materials into the mold and then extrude the form upward. In some cases, multiple city apartments can be produced as continuous extrusions, which are then separated into individual units. The apartments are lightweight and high strength. All of the dwellings are designed as self-contained residences.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se efficient structures serve as photovoltaic generators, converting solar radiation directly into electricity.Heating, cooling, and other needs. The thermocouple effect will also be used for generating energy. These individual homes are prefabricated and relatively maintenance-free, fire-resistant, and impervious to weather. With this type of construction, there would be minimal damage from floods, earthquakes, and hurricanes. Their thin-shell construction can be mass-produced efficiently with little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Adjacent to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 are the planning, science, and research centers. The 8 domes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dome house the art, music, exhibition, entertainment, and conference centers. The central dome houses schools, healthcare, access centers, communications networking. It is also the core for mos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which move people by transveyors horizontally, vertically, and radially.Anywhere in the city. This minimizes the need for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except for emergency vehicles. Transportation between cities would be by monorail or maglev.
Waste recycling and other services are beneath the city. The plan will use the best of clean technology in harmony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Dome also houses the CyberNative Complex, which serves as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of the entire city. It might project a 3D virtual image of Earth using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ystems, which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eather, agriculture, transportation, and overall functionality. This CyberNative system will use environmental sensors to help maintain a balanced load economy, which avoids overruns and shortages. For example, in the agricultural belt, electronic probes monitor and maintain the water table, soil conditions, nutrients, and more. This method of electronic feedback can be applied to the entire city system. With computers now able to process trillions of bits of information per second, they are vital for arriving at more appropriate decis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ies. Colonization of the oceans is one of the last frontiers remaining on Earth. Prodigious ocean city communities will evolve as artificial islands, floating structures, undersea observatories, and more. These large marine structures are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elatively untapped riches of the oceans, provide improved mariculture, freshwater production, energy, and mining. They could also provide almost unlimited riches in pharmaceuticals, chemicals, fertilizers, minerals, and other energies. Ocean cities would be resistant to earthquakes and greatly relieve land-based population pressures. Unsinkable floating sea domes will provide for those who prefer unique offshore or island living. In the event of inclement weather, they could easily be towed ashore, mounted, and anchored to elevated support structures. Mariculture and sea farming systems are used to cultivate and raise fish and other forms of marine life to help meet nutritional needs. These marine enclosures are designed as non-contaminating, integral parts of the ocean system.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in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cybernetics applied with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to secure, protect, and encourage a more humane future. In the final analysis, we are one people, and we share one planet. 这样就是维纳斯计划的未来城市设计。看起来好像 很未来，像科技电影里面的科幻片的科幻片，对，像科幻片里面对。OK， 然后现在我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时代精神运动。那我第一次在美国听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到台湾来，我发现台湾已经翻译成“债该死运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就非常创意的一个翻译，很贴切。时代精神运动是由独立制片 Peter Joseph 在2008年发起，主张无国界、非宗教、非政治，去阶级化、去权威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个社会运动组织。那目的是在推广资源导向型经济，目前分会遍布全球50余国，那台湾的分会是刚好我们就是刚刚成立。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时代精神运动。时代精神运动是什么？他是德国人吗？是一个提倡将永续观念推广至全球领域的组织，将全体人类视为一家，将地球视作单一体系。除非我们和平地携手合作，否则人类物种将难以生存。时代精神运动理解，诸如贪污、战争、贫穷等问题，是源自一个过期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将永无止境，直到我们改变组织社会的方式，变成一个更科学、利益众生的经济体系，称作自然法则资源导向型经济，同时也是维纳斯计划提倡的科学系统，将资源管理智慧化，
将科学技术运用极致。让金钱、政治的权力控制成为历史。想更了解时代精神运动吗？请参考纪录片《时代精神：迈步向前》，或者到 www.thezeitgeistmovement.com。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什么是时代精神运动。然后接下来呢，跟各位做个大略比较，什么样是 RPE 的社会，以及比较跟现在我们社会系统做个比较哈。在 RPE 里面，地球资源是全人类共有共享，现有的制度里面，使地球资源掌握在银行、财阀跟跨国企业手中。在 RPE 的社会里面，所有物资与服务是免费取得，但是现在的系统是生活必须以货币支出，迟早都被债务捆绑。在 RPE 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享有最高生活品质，现有的系统里面以购买能力决定生活水平，所以地球上有超过10亿人口陷入极度的贫困。在 RPE 的社会制度里面，使用再生绿化干净能源确保永续经营，现有体制里面严重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不永续的文明。在 RPE 的社会制度里面，合作共享、信任支持、和平友善，鼓励创造艺术文化自由。在现有的体制里面，我们都知道残酷竞争鼓励贪婪自私。在 RPE 的社会制度里面，以一个科学方法、科技智慧管理，以一个有弹性、随时代演变的系统，而且能够根据全民参与、透明化做出决策。现在的系统是一个既定、僵化的垄断系统，以武力政治手段达到目的，只为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数字，这些数字就是很确切的科学数字。我们地球是拥有丰沛的资源，足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所以事实上所有物资、水、食物短缺绝对不是因为人口过剩，这个不是事实。我们有充沛的资源可以提供全人类。我现在以食物、水的能源的供应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30层的垂直农场，可以喂50000个人。事实上，我们只需要144000个这样的垂直农场，就可以满足全世界，可以喂饱全世界，而且只有占到传统农耕地的0.006%。然后我再以水资源，以纽约州的紫外线的消毒净水厂，我们需要3327个就可以满足全球的用量，全球全年度的用量。然后我们如果以海水淡化，以澳洲雪梨这个海水淡化厂的话，我们大概需要60000个这样子海水淡化厂就可以满足全球用量，所以大概占到全世界的8.5%的海岸用地。我们现在看地热发电厂以及火力发电厂。9个地热发电厂相当于1个火力发电厂占地面积。目前全世界有2300个火力发电厂在运作，而且它只是提供了41%的全球能源。那事实上我们看，如果我们以在伊索比亚，目前这个是世界上最大产的地热发电厂，我们需要大概17000个这样的地热发电厂可以满足100%的全球供电。而且这只是在就相当于1940火力发电厂，所以你可以发现目前我们所用的方式是不经济的。然后我们再来看风力，
这是加州的功能中心，我们需要大概13000个这样子的功能中心，就可以满足全球的总需求，而且这个只占到地球表面的0.3%。我们再看看太阳能，142000个太阳能像这样的太阳能发电厂，就可以满足全球的需求，而且这个占地面积只占到全美土地的1.5%。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想说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地，大概就是沙漠地。沙漠大概占世界的1/3，或者是120亿公亩。我们只需要4.1%这样子的占地，就可以沙漠用地就可以满足全球。所以这个是事实，告诉我们，地球有充分资源可以提供全球使用，而且是先看水晶发电。目前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可以发展波浪、潮汐、洋流，然后逆透压跟海洋温差，还有水稻发电，这个几乎可以满足。好，我们再回来看，既然地球可以轻易的满足我们的食物、水以及能源的供应，那为什么常常有短缺？食物短缺、水资源短缺，还有能源短缺，那是因为我们都做错了。在资本主义底下，这个系统将利润摆在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无利可图的好事，这个系统让人没有动机去做；有利可图的坏事，这个系统鼓励人们去做。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吗？失业、战争、浪费、贫穷、污染，这个才是资本主义所在乎的。少数的人拿最多，多数的人拿最少，就像大富翁游戏。不过这次我们可能都要遭殃了，因为科技发展如此进步，我们可以轻易地毁灭自己，只要压一下按钮，或者我们也可以善用科技，为人人打造和平富足的世界。没有必要再继续你争我夺的游戏，因为地球的丰盛可以养活75亿的我们。只要利用科学方法和工具，并且明智地管理地球资源，我们就能打造全新体制，引领所有人进入丰盛的时代。金融货币体系一定会消失。目前很多中小企业会因为科技发展而倒闭，大财团会引进很多机器自动化的劳工族群，就是指的是受薪族群。同时，它也消灭了消费者，使金钱失去流动性。当消费者、雇员这个循环系统断掉了，这个体系就随之瓦解，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我说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逻辑的推测。那当科技性失业越来越显著，越多人没有工作了，那现在怎么办？造成一个社会严重的不安。Jeremy Rifkin， 他是我们称他是共享经济之父啊。那这个是他所发表的关于
I recommended a guaranteed income in the end of work. Milt Friedman did it before I did. When technology displaces employment, there's two things you can do. Reduce the workforce or reduce the work week. For mos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 trade unions were always in support of reducing the work week because the idea was to have leisure and not just to have money. You know, Keynes, you mentioned Keynes, he wrote a little essay in 1930. Everyone ignored it. It was the depression was going, people were depressed, the job of the depression. He wrote a little essay saying, a letter to my grandchildren. He said, you're going to hear more and more about something called technology displacement. It's a new term. Many people are frightened of it. Where are the jobs going to go? But he said, this could be the liberation for the human race. Because as we move further into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21st century, the technologies can do the heavy lifting. It can liberate the human race so that we can get on with the more important business of life, our transcendence, our sense of mission, our journey here on this planet. Let the machines do all the work. And he said, it may be in my grandchildren's generation, we will reach that point. It may be his most poignant forecast, actually. I think that our kids, here's my bet, I suspect our grandchildren will look back on the 20th century where millions of people's whole life was dedicated to making widgets and accumula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they'll think, what a terrible way to value human life. They'll be as repugnant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s life was wasted as we were when we look at slavery and serfdom, because they'll say, there's no meaningful things to do in life. Let the machines do all of the menial work so we can get on with using this wonderful social brain in our empathic circuitry to try to reintegrate into this beautiful planet we live in. 目前大概是最享誉全球有很有影响力的 Jeremy Rifkin， 他是我们称他是共享经济之父，他所发表关于目前大量的科技性失业的解决方案。无条件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是近年全球最热门的议题之一。那这个构想经济在今年六月公投又遭否决，但是在美国、加拿大、奈米比亚、印度、荷兰、芬兰这些地方不管是先进的经济体系或者是落后国家，现在很多基本收入的讨论实际已经有长足的发展进步，因为基本收入所捍卫的是最基本的生存人权，免于奴役的自由，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我们试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工作有1000个来应征，只选了一个，那其他的999个人怎么办？他们也要养家活口。各位有没有想过，那其他人他们怎么养家活口？所以资本主义总是站在赢者，你赢了，你有工作，大家替你欢喜。但是你想过999个人他们怎么养家活口？所以目前我们面临的这个金钱货币市场经济是示威的，慢慢的如果现场有做销售这个行业的，你会发现你很用力去推，好像就是推不动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购买力了，因为太多人失业，经济不是不景气，是像是第一是它是一个循环。那目前我们面对的是金钱制度的残留，我们会走到资源导向型经济，一个更好的经济系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快的实现资源导向型经济？为什么我们必须快速的转型成资源导向型经济？因为每天10000000人死于饥饿，每年超过4,000,000人死于环境污染，360,000公顷森林消失，526,000人死于暴力。因为我们再也没办法承受这个脱离现实的制度，因为这个体制的反应正朝向我们逼近，该采取行动了，创造出解决途径。团队合作，拟定计划，在科学上、技术上、艺术上，还有农业、建筑业、
再生能源、硬体、软体、教育、医疗、营养、音乐，还有更多领域上发展茁壮，迈向一个资源导向型经济的社会。接下来我要特别感谢这个资料是提供是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周斌煌教授，昨晚他给我这些数据。在 RBA 社会的转型，并不是直接要建造几个理想的高科技城市，然后人们搬进去住就可以实现，不是这个，是人类价值观的转型，才是世界变革的核心与起点。那当前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课题是挽回地球因为生态破坏所可能带来的灾难，这个是南极的万年冰棚，根据 NASA 讲，五年它会崩解，那冰溶解之后海平面就会上升。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交叉点在这里是2050年，比如说在2050年之前，这个是会导致大规模的毁灭，当温室效应。所以我们大概最迟有2050年，与距现在大概34年的时间，就是我们有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地球暖化这是事实。最近有两个纪录片是由里奥纳多那个拍铁达尼号的男主角，他因为他担任联合国的和平大使，向全世界表明这个气候变迁、严重变迁影响人类环境的一个议题。那这个是我特别把它剪出来一个小小的片段，大家看一下。We're taking away the ecosystems that normally help us to restabilize the climate.Like oceans, rainforests absorb carbon from our atmosphere. Decades and decades of the forest breathing in the carbon, storing it in the trunks and the leaves and the organic matter. So those carbon emissions are being held safe for us. Until we clear them and light them on fire, it acts like a carbon bomb and releases massive carbon emissions.Back into the atmosphere. Wow, this haze is intense, isn't it? Well, obviously, really not very good. You can't see anything here. This is scary. This isn't natural, this is all fire. This is not natural at all.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Look at this mecca. There are three big tropical rainforest areas left in the world. The Amazon in South America, the Congo Basin in Africa,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rainforest which spans Indonesia. In Indonesia, we're seeing fires being intentionally set in order to create palm oil plantations.Which were the cheapest vegetable oil in the world. It's in cooking oils, in processed foods, in your cosmetics, in your detergents. This really cheap commodity is making companies tremendous profits. So these rows down there, that's how palm oil plantation look like from above. Just as far as you can see.Rows of palm oil. They have destroyed so much of this forest, it's unbelievable. We're standing in the last place on Earth that still have elephant, rhino, orangutan, and tiger together in the wild.What a beauty! The expansion of palm oil industry in Indonesia have taken over about 80% of our forests.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most corrup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ompanies brib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issue a permit for them to stop burning the land. And the forest fires release a copious amount of carbon. Last year, in 2015, when the forest fire happens in Indonesia, it emits more carbon daily than the entire US economy. And forest fires continue to happen. What's at stake is not only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but also the life of these forest species. I can't even comprehend what these forests must have looked like. Forests where rhino and elephant and orangutan would be populated into the thousands. And it's already happening. What we are facing at the moment is severe flooding. It's gone into the fresh water ponds, and that's how people get their drinking water. Have you spoken to peopl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at have given you some sort of a time frame? Given the scenarios and the projec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science, our islands will be underwater.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we do about it? At the moment, internally, we are relocating communities from certain parts of the island to where the water has not come up. But our long-term strategy is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discussing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we have to come to accept the reality that we may not be able to accommodate all of our people. We have adopted a policy of migration with dignity. We bought a piece of land in Fiji, so that if now people choose to migrate to live, they can do it. They must do it as a matter of choice. Well, I've got grandchildren, I've got 12 grandchildren. I'd like to be able to go away knowing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have. Islands in Sifu, we're a paradise in Korea. Throughout the life, we have sea level rise coming into the farmlands, coming into the homes. This is unbelievable. When was this an intact island with homes on it? How long ago? 12 years ago, when you came, there were people living here. So within the 12-year period, this is the result. It's just a small picture of one place. The small island nations who contribute the least to the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are actually going to feel the worst impacts, the worst scenarios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What we've don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just, it's criminal. All greenhouse gases, 51%, yet all we hear about is burning fossil fuels. This devastating figure is due to clear-cutting rainforests for grazing, respiration, and all the waste animals produce. This makes animal agriculture the number one contributor to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But not only that, I found out raising animals for food consumes a third of all the planet's fresh water, occupies up to 45% of the Earth's land, is responsible for up to 91% of Amazon destruction, is a leading cause of species extinction, ocean dead zones, and habitat destruction. Yet, the world's largest environmental groups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saving our world didn't mention this anywhere. So my calculations are that without using any gas or oil or fuel ever again from this day forward, that we would still exceed our maximum carbon equivalen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565 gigatons, by the year 2030, without the electricity sector even, or energy sector even factoring in the equation, all simply by raising and eating livestock. If you reduce the amount of methane emissions, the level in the atmosphere goes down fairly quickly, and within decades, as opposed to CO2, if you reduce the emissions to the atmosphere, you don't really see a signal in the atmosphere for 100 years or so. The singl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every known environmental ill known to humankind. Deforestation, land use, water scarcity, the destabilization of communities, world hunger, the list doesn't stop. It's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
后还有这个是现在这个跨国的一些牌子，一些跨国企业、跨国的牌子啊、品牌，透过所谓的自由贸易市场，遍销全世界，然后击倒我们的本地企业。不要再买这些东西了。然后另外一个，请大家一起来练习，我们来练习分辨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消费品。这是一个从美国开始推行的一个国际运动，我们可以练习当个负责的消费者，拒绝免费购买任何消费品。在11月25号，那国际是11月26号，就这么一天，你就可以练习。有些东西你是可以不用，不是一定要消费的。我们要必须从这个鼓励消费文化一直让你打圈圈，鼓励你消费这个系统，我们得去脱离。如果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的话，我们必须变成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推行哪里意义，这是我们的所谓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未来世界。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we choose to be. No, I mean, why are we here? In the forest. Nature's good for us. Gives the energy.The trees, the plants, the grass, and the air gives you what you need. You've been asleep for over 100 years, you know? Yeah. I know. It will take you a while to get used to this new life. I printed out these clothes in the style of 2008, just so you can wear something that feels familiar to you. Like them?You printed them out? Yes, on the 3D printer. High quality though. Just like 2008. You can print out clothes? Sure, can print anything. I'm sorry, I'm getting a call. Hello? Hi, how are you? I'm fine. I'm walking my wake up in the forest.CD, my communication device? It's right here. My ear. But what was with the waving of hands in the air and stuff? Those are my lenses. Your lenses? I believe that you, back in 2008, you have contact lenses, right? Sure. Well, these lenses can show me images. Like the old computer screens, except that.I had the screens in my eyes. And I can move all the images and everything else in my hands. You get lenses too, if you want them. Is it expensive? Expensive. What does that word mean again? It means it costs a lot of money. Oh, okay, no.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I haven't told you about our world, but we don't use money anymore in this culture.On this planet. You don't use money? Nope. So you could have anything you want? Well, yes, but we don't want more than we need. And I don't need 10 pairs of contact lenses. It works pretty much the same way as your old libraries used to work, except that we can keep whatever we want or need as long as we need it. Don't worry, you're gonna love the future.We'll be right back.
想象过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吗？维纳斯计划所提议的就是这样的未来，全新的资源导向型经济系统，使用科学方法运用在社会制度上，借此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尾声的同时，有几个我很喜欢的名言，也希望各位今晚可以带回家好好想一想的。只有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是的人，他不会遭受批评，自己也是不得错的。爱因斯坦他说的，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所使用的同样思维来解决问题。维纳斯计划的发行提倡者发明人 Jeff Fresco， 他从一次大战，他出生在一次大战之后大萧条，100年下来，他看到了人类反复的在经历这个萧条繁荣，萧条繁荣，然后他体会到了这个金钱系统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人类都做错了。近日人类面临的是关键存亡的选择，我们是要拯救地球来舍弃资本主义，还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舍弃地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很好好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决定要怎么做。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讯息在商业电视台或者在媒体是不会被播放的，因为我们没有商机。在美国也是，时代精神运动在美国主流媒体是完全被打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叫大家不要消费，所以我们是逆流而上，我们是真的一群热爱地球热爱生命的人。我们没有论做，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利润，但是我们基于爱，对人类万物的爱。这也是我们时代精神运动所有的伙伴我们所希望的。所以感激各位今天出席现场，以及还有网络前面收看直播的，我很感激大家花了这个时间来了解今天这个关于 RBE 的简报。
现在接下来是如果在场的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开放做 Q&A。 请说。就是情况，其实人哦，这些是很单纯的。就说民生跟经济哦，把它切开来，就是民生比较重要还是经济比较重要？讲到经济，就是跟政治有关系啊。那民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有地方住，还有饭可以吃，就解决了嘛。这个世界是我们把它弄得那么乱，弄得那么复杂，所产生的严重的问题啊。每日别吃物件别枵死嘛，澳港大的别做流浪汉嘛，就那么简单呐、啊。我讲对不对？民生经济是不一样的，民生就是有地方住就不会成为流浪汉，有东西吃就不会饿死。难道有那么复杂吗？要制造各行各业那么复杂啊，大家消灭要消杂啊对立。哦，所以说我们要好好倾听别人不同的声音，就所谓的从对立到对话，然后产生共识。我们现在人是要有没有就注重说大家有共识，大家各讲各的，鸡同鸭讲啊。我讲看对不对？我们问题就在这边了、啊，但是我们还知道是问题发生在哪里啊。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最重要，所以产生严重问题是。因为有不正常的教育，才会产生不正常的政治和不正常的宗教。宗教没有在交流，哪里是宗教？大家讲说哦，因为你都搞不好，阿、啊、福搞不好，啊、你怎么在交流？就活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还有没有？请问一下，这个先发表心得吗？可以，你可以，你要发表心得也行。好，我想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时代的这个运动啊，那个资本主义还是对吧？时代力量的运动，对吧？这国家主义，好，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说。基本主义它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因为基本主义它就是用支配，也就是金钱啊，当作是这个社会上面的唯一的力量。所以基本主义它是要比过去努力更多的人啊，替基本主义工作。我觉得这个共享的主义。他的意见是很好，可是我其实觉得啊，在目前大家都了解，也知道说国家主义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还有一个政府方式，但是它的适应力还比不上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办法达到说资本主义能够得到支配的那个高度。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我也没有一个新的房子，我也没有，一个保证衣食无缺的生活环境，我必须要去赚钱，我才能够得到这些回报。如果说这个国家就是他。没有提供说比在资本主义更好的生活、更好吃的食物，或者说更漂亮的女朋友，我只能说共产主义它势力还可以要比在资本主义。所以我想要说，我们大家都要共产主义，我觉得它的未来我们的方针就是说，去想办法让共产主义提高它。谢谢。
对，关于刚刚徐平老师在那个简报档里面有铺了一个 Clibus， 就是他那个什么，他有孙子十二个人，那个地方的旁边南边有一个所罗门群岛。我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外派到所罗门群岛去，那个国家真的是跟今天讲的就是非常自然的那种环境。它就是一个用台语来讲就是哈，不，一个金后牙，但是欠现金。因为他们就没有需要用到钱，从他们出生到他们的整个的人的生循环几乎都不用的。因为我派到他另外一个省叫马来达去，我发现他们的人生活的很悠哉，很那个，而且很喜欢接那个孤儿，不是孤儿，就是没有人了，那些长辈很喜欢把他养，因为他们养都不需要花钱，这样采就椰子，那一捞就有鱼了，就是。生活上非常充裕，但是没有那个经济的什么 cash， 就是那现金没有，可是还是很好的过日子。就是说刚刚徐平老师讲出来这个，跟我那个那种大概十六七年前印象非常的契合。我觉得那种环境是不是我们也有机会？因为他们回来还有一个问题，不是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没有，是一个没有那个消费，没有那个污染能力的国家。因为他们政策里面把那塑胶袋啊，一个要就是普通消费的时候，我们都是免费，一个一块钱索币，他们台币七块。所以我虽然在那边外派那个外交官待遇很高，将近等于部长级20万，可是我还是会要重复洗一洗再拿来使用。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现金，没有这个金钱，没有经济的这个活药，而能够让自然很平衡的运作的一个结果。希望我们能够像，那是不是落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始的，像这种自然社会学习，我们值得去思考深思。谢谢徐平老师。我是想回应跟回馈第一位那个提出问题的人，还有那个柯明孝的这个，就是说哦，还有那刚才那些，就是说首先讲到那个科学就是分门别类的那个学问，但是我觉得到现今的时代，应该说除了分门别类，我生物学变成分子生物学又再分下去这样子，应该现在到了一个跨领域整合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要融合了，就不只是不断的在分化下去，我们开始要回头说有没有东西是可以跨领域可以整合起来的。因为我们也在物理学上也在进行大统一立场论啊、弦论什么的，这些跨领域整合性研究，我觉得不管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或只要你是一门学术或者是你在研究的东西，应该就是说开始迈向跨领域。那跨领域也可以跟那个 TZN、RBE 这些结合，因为你等于说你也在追求你个人的成就以及世界的进展。那还有那个关于环境的问题的话，资源导向型经济如何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如何取代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问题，我觉得是说就是想办法说让刚刚那位先生讲的大家回到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比较自然的环境，比较自然的这个人文当中，人文社会当中，像老子他就有，他也有他的乌托邦啊，什么那个有薄石之气而不用，然后弃甲兵而不用这样子，然后大家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老死不相往来什么的。那我相信看过《道德经》的人都知道说，被大陆讲的一无是处，蒙昧主义而历史倒退。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种社会，这种原始风貌，或者像刚刚讲的所罗门群岛那种生活方式，不是应该我们可以借鉴的吗？这样子，谢谢大家。还有没有？现场还有没有？OK，嗨，我的老朋友，你好。
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我工作关系比较晚到，不好意思。就是，其实啊，我是一个，大家看我外观知道我是个肾脏的嘛。然后我从小我就很讨厌这个社会是唯利是图，然后觉得说这个社会就是赚很多钱代表越有成。从这种价值观对我这种肾脏者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的工作的能力跟机会比一般人少太多了，因为行动不方便嘛。就像我要做粗重的工作，对于资本主义那种强调竞争，甚至是牺牲弱者，然后把弱势的人当作是很可怜的那种的状态下去看待，这个这样子的观点，我是非常的不能够认同。所以，可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要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像刚才徐平老师不是有放一个大自然的影片？可是有会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是接近大自然，那像我这样子身体不方便需要轮椅行动的人，在这种自然的环境底下，可能我们在生存或行动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如何在自然跟科学两个并重的状况下，让我们不同人的状况，就是身体状况不同的人也能够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需要去融合。而且我很赞成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要走向无货币主义。为什么？因为金钱造成的问题太多了，然后大家觉得手上的钱越多，数字越多就越安心，可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都觉得说反正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价值观我周遭很多人都这样。那我常常跟我周边的朋友说，没有必要的东西不要买，有需要的东西再买。他们就回答我一句是啊，赚钱那么辛苦啊，给自己享受一下不对吗？我说没有不对，可是这样子又养肥了那些跨国企业那些资本家。然后每次我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就不高兴啊。所以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个点，就是要怎么样把这种消费主义的心态给改变。那因为我的观念是，今天我们做的任何消费可能都是别人的血汗，而且有可能是污染这个地球，甚至他可能是牺牲了其他的生命。当然我们能活着要吃其他的生命才能活下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如果是为了贪图享受去牺牲了别人，那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认同啊。谢谢。好，没有声音。这样啊，若是说完全是农业社会哦，完全是农业社会是可以不必利用金钱嘛？像古代那以物易物的，那现在如果说科技进步的社会，你要怎么衡量说你的付出价值？哦，那就很难去了。很难去那个要你说完全不用金钱，那要怎么计算，对不对？啊，不然就用很简单。那有这种主义思想的人，一些人去找个地方自己建立一个国家，啊，那个国家不用货币，也有没有关系嘛？就反正如果土地够大，哦，可以耕种那个食物够的话，就是回归那个完全是农渔业社会的话，农渔业畜牧社会就可以说不必使用金钱，没有关系，反正大家都可以过活嘛，对不对？所以这大家思考一下。我是在讲一下，就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影片没有看到那个讲那个中国的事情，那就让我想到大概在五年前，我跟我弟弟在湖北，那叫新洲区，那时候实际上有一群人，他们是认为说，你知道中国大陆最有名的那种棕榈油的，就是炒菜的油，叫做金龙鱼油，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大的那个财团那边弄的。但是在湖北那边他们就有觉醒，因为湖北那个地理位置环境很适合种，到处都是种的什么
菜籽油还是什么油，反正我看到那个我也忘记了。那结果他们就是又有批人这样，但我就说那到底这个菜籽油到底是什么样的油，结果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湖北省忻州区的一个农家，他们就是自己在榨那个菜籽油。结果跟大家讲，现在所有的油看起来那么漂亮，那当作经过这个化学什么这样去把它漂白，还就漂成黄色的，对，反正就有经过处理过的。真正的菜籽油是那种非常颜色很浓，然后很深，就是看起来就是你都不太敢吃的那种油。那但是是最新鲜，就是最好的油。所以实际上湖北那边当地人他们都种了很多很多，到处很容易，因为他说那种很容易种就对了，好像不用怎么样搞，他们就很多。所以他们现在有一批人是觉醒的。那可是我现在回来以后，好像也没看到说那群人能够怎么看，就是等于是小的，这个团体要去对抗那个大的金龙鱼油，我看他现在还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卖的风风火火。我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把他们去改变，可能要经过大家很大很大的努力啦。但是非常感谢徐萍小姐今天给我们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省思。平常我们可能今天很完整，以前是东想西想，就这边资讯很凌乱，那今天是很完整，都跟我们面面都讲到了。那大家真的是要觉醒，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要请你再继续跟我们指导，谢谢。好，谢谢。8:30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告一段落。那很高兴，也感激各位真的是抽空出现出席，因为这个，各位如果有对于时代精神运动或是维纳斯计划有兴趣的话，网络上的讯息是很多的，因为我们是非主流的社会运动，所以也没有商机，所以不会有人特别去替我们做宣传，但是这是最真实的讯息，跟我们生活事项最息息相关。我不是要你出来买东西，不要你不买东西，当我叫你额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难，但是我叫你不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当你把这个全球的概念本地化，你知道你每天做的行为跟这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全球的概念，世界观。这就是世界观。世界观不是你到处去旅行看了很多国家就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你每天做的事情，你知道世界上另外一端有人会因为你受挫或是因为你牺牲。谢谢各位。你那个印度的甘地哈，甘地的不合作主义那个川普不是用 Facebook 打倒那个精英政治吗？对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徐小姐到我们这边，也从美国来啊，这个是今天这个我们这边的很有资质的花。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这边有感谢状哈。那么，等一下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照个相？来，谢谢。哦，谢谢。来把那个感谢状来。来OK， 那我们现在大家就是合照一下。我们常务理事几位，常务理事，然后你先坐中间嘛，你坐中间嘛。这怎么关掉？把这个关掉。好，关掉这个，往这个往这个。好。哎，我们再。拍照。